啊，这有一个，这个太小吧？哎呀，找到一个，你过来看看。这个蛇不好，为什么不好？老了，绿了，嗯、发绿了是吧？黄的就可以好吃、那走吧，那我们再去其他地方找找看。谭文华，上海蛇山森林宾馆的大厨，每到清明节前，他总会拉上本地的挖笋能手老张。一起到蛇山挖笋。我找到一个黄的，你看，这个就传说中的兰花笋了。对，这正好长在根上了，三个，哇塞，你看，张师傅，这个笋倒挺大的，是吧？哎，嗯，真的有一种淡淡的兰花香味，这个闻上去很香的。嗯，蛇山的兰笋带着一股淡淡的兰花香味，故被叫做兰笋，而蛇山也被称作兰笋山。张师傅，哎，我们今天这个兰笋真的是来之不易，做的菜肴一定要把它的灵魂做出来。今天的收获不错，回到厨房，老谭马不停蹄地为即将到来的蛇山白笋宴做起了准备。在我们眼中，就是挖来的笋当场加工处理，不然它的鲜味和水分都一点一滴在流失。不抓紧吃的话，一天硬一节，它的水分和鲜味流失的话，会影响它的质地和口感。因为兰笋当中有淡淡的兰花香，然后这样多焯8到10分钟的话，会让它的兰花香更加的浓郁。老谭最拿手的菜就是佛手焖圈子。上海人特别爱吃圈子，譬如说炒头圈子，本帮菜里面非常有名的一道菜。我们店里有一道佛手焖圈子，因为我们把那个炒头替换成了兰笋。与传统的炒头圈子相比，佛手焖圈子最与众不同的便是利用了兰笋爽脆的根部与软糯的圈子相互结合，而考究的首先是厨师的刀工。切蔬叶的时候，第一刀工上面要稳要准，粗细厚薄要均匀，如果太薄的话，烹饪的时候容易断。蓑衣状的兰笋能更好的入味，也能展现其菜名佛手的典雅。一般我们做圈子会选择大肠头的前面10到15厘米，第一比较肥厚，第二比较干净。生抽、老抽，这就是上海人浓油赤酱的一个标配。大火烧开以后，转至文火，焖至45到1个小时左右，这样焖出来的大肠酥而不烂。圈子酥烂软糯，肥而不腻，兰笋素雅清香，鲜嫩香脆。在老谭手中，兰笋圈子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在这春暖花开、鸟语花香的日子，我们迎来了2019第二届蛇山白笋宴美食文化节。而在后厨，老谭与厨师们正忙得火热。先把这个菜烧掉，这是今天的兰笋吗？今天白笋宴的绝对主角就是这兰笋，鲜嫩清香的笋烧、炖、煮、拌都独成佳肴。在老谭的一双巧手下，兰笋完美地诠释了它的鲜美。白笋宴结束，忙碌了一天的老谭终于能定下心来吃顿晚饭。陪伴他的不仅有这份白天烹饪的兰笋，还有这片都市喧嚣后的宁静。